去去奔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去去奔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去去奔，一切向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去去奔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去去奔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去去奔，一切向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巨蛋疑云，通讯接入。你们好，武林侠们，一座名叫巨蛋的九霄星天空之城发来了糟糕的消息。虽然不清楚原因，但巨蛋的情况不断恶化，我正在前往，希望能防患于未然。不过如果九霄星最伟大的英雄们也能前去就更好了，以防万一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就赶过去。太好了，谢谢武灵侠们，待会儿见了。好了，大家系好安全带，做好准备。走了。我们马上就要到达巨蛋了。巨蛋，你们觉得会是摔跤场吗？那种两株去一株还的感觉。如果是这样，别算上我。听起来像是和超人强一起去敞开吃自助餐才会发生的事。就是那。天哪！哇！不会吧？哦，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就是个巨蛋。猪爬号允许你们降落，请前往三区的航站楼。明白。武林侠们，武林侠们，你们接下来必须跟我们走。你们是谁啊？这是什么味道？你不许提味道。这是神圣的味道，不是你们这些非普利亚族的下等人可以评论的。好吧，对不起。普利亚高等议会和阿莱斯大总理让我们来接你们。阿莱斯大总理已经到了。太好了，走吧。站住，你们这些柔弱的必须带上这个。带上吧，猪猪侠。扫描显示，巨蛋的大气成分与九霄星其他地方截然不同，与猪猪星也不一样。味道好多了。只有五只。智慧无与伦比的高等议员们认为挑五个人前往就足够了。去吧，史巴达和我留下来看守飞船。阿莱斯大总理。来得正好。高等议员们可以接见你们啦。我是领导，是普利亚人的最高领袖，以及三区的守护者，是我将你们召唤来此。说吧，高深莫测的领导，我们该如何帮助你呢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意图摧毁巨蛋的阴谋，背后黑手很可能就是住在巨蛋中的另一个族群——哈纳克。真是糟糕。真是糟糕。其他族群，阁下。对，哈纳克和泽菲。走吧，普利亚人其实很聪明，精通能源生产科技，以及你们刚刚见过的那个无法穿越的能量场。
不过他们也很嗜睡。你怎么说的像坏习惯一样？你确定你不是普利亚的一员吗？这能说明很多问题。凭借智慧，他们制造了这辆列车。当他们睡着的时候，就可以利用这台有趣的交互式游览车来介绍历史。你们先请。哈哈，我喜欢游览车。欢迎来到巨蛋，乘坐列车时请勿将手脚伸出车外，还有你的猪头。巨蛋中的居民包括三个与众不同的族群：普利亚人，性情暴躁，富有科技头脑；哈纳克人，身材高大，毛发旺盛，沉默寡言，精通机械；泽菲人，形如巨大的悬浮气囊，擅长控制气流和气压系统。真酷。远古大灾难发生的时候，这三个族群恰好来到九霄星观测生命体系。每个种族都利用各自精通的科技相互沟通合作，成功修建了最奇特的天空之城。至此，巨蛋诞生，外星族群获救。哇！他们还在睡呀？我还醒着。好了，我负责大气管控，知道吧？哦，对了，我叫斯莫特。有一天，我发现巨蛋漏气了，我在工作中一直非常警觉。我知道你们肯定想，他是普利亚人，一定很嗜睡，对吧？但这就是我的杀手锏，咖啡。漏气一定是人为的，不可能是其他原因。好的，谢谢斯莫特。我们相信斯莫特的说法，漏气一定是哈纳克人毁灭巨蛋的巨大阴谋中的一环。你们为什么怀疑哈纳克人？我们对这种事非常敏感。快，你们快开始调查，证明我们的猜测，拯救大家。他可真暴躁。我们分头调查吧。没发现裂缝。你是否相信哈纳克人是漏气的元凶？当然是他们，为什么还要问？等等，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？是汉大客人保持这里正常运转的，有点意思。猪猪侠，议会厅出现了意外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马上来，大家，尽快返回议会大厦集合。声音是从高等议会厅传来的。救命！救命！议会厅里已经漏气了，喘不上气。我们必须找其他方法进入，给阻挡。我们必须救出议员们，然后重新启动能量场。喂，你在这儿？放轻松，妈妈，知道了，队长，波比，准备就绪。你好重啊！放心，我没有300斤。好困呐！喂，等等，你现在不要睡呀！好想睡觉。
喂，等等啊！快打！糟糕，来不及了。啊！哎呀！谢谢了，兄弟。哈纳克人就是幕后黑手，我就知道他们竟然还试图暗杀高等议员。不，不是他们，请原谅，领导，你的指责毫无根据。按照我们的观察，哈纳克人除了维持三区正常运转之外，什么都没做过。他刚刚还救了你们的性命。但是，如果不是哈纳克人，那漏气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你们都在这里？连哈纳克人也在。哎，这是我的开关，怎么会在你的？又来！是普利亚嗜睡症。虽然大家的意图都是好的，但斯莫特和其他普利亚技术员还是会打盹儿，所以才出现了差错。虽然我不想承认我们错了，但事实在眼前不容争辩。武林侠们，谢谢你们救了大家。这是我们应该。警告！警告！巨蛋正快速下落。警告！警告！巨蛋正快速下落。奇妙的世界。